又疼了，赶紧起来，接着跑。嗯，没劲儿了，我得回血。货带了吗？最后一次啊。嗯。不能总这样。 怎么了？我想吃点宵夜。哇，好多好吃的哟！老板，我要一个。嗯，我要这个。嗯，这真好吃。哇，鳄鱼，我还要吃。少放辣椒，然后多给加半份花生酱，葱头分开放。 给他加一份那个大肠，然后多加点豆芽。这都够吃一天了，这个。